大家好，今天是咱们沙滩村阿强做八十八岁的生日，伊的后生新妇查某囝孙仔全家共同来甲做一个八十八岁大生日。同时呢，邀请各位家人大家来甲咱阿母嘛祝寿，同时呢来饮一杯啊寿酒，想到各位会爱喝大捧场啊，主人家非常的欢喜，而且甲各位真是感谢，真多谢大家做礼。阿表嘛，会第二后生阿则诞生啦，第一代目做建筑土水方面，功夫非常优秀。同时呢，伊的这个工作啊，事业嘛做甲真发展。第二后生诞生有新女啊，自少年便出外去奋斗伊的事业，而且讲事业啊，甲只有六只有成就，日子过得真快乐。第四后生陈新业，目前啊伫咧台北做贸易，也就是医疗器具的即个物件。但是呢，伊是一个大学生毕业，伫咧咱民国五十年迄个时阵啊，阿表爸会当把即个囝培养到大学毕业，实在是非常无简单。非常好感觉，尤其是伊的三位媳妇，非常温柔，非常的孝顺这个大家，所以讲会当让伊今仔日咱是阿爸爸就是伊的大家啦。再讲一遍啊。伊做人一个老实、善良、温柔、勤俭、到处有福的一个天生良女。这个来讲的，会当讲是一个模范的老婆啊，好听的。家乡状况非常的美满，会使讲是一个模范的富家人。这样呢，虽然家特别有交代，到八十八岁的年纪，身体健康才是快乐。大家啊，家己真无欢喜，啊，咱再来应对。继续，祝福大家。阿表子，阿表子，带你回家，带你跑的。阿哥，你打死你，太好了。带你跑的。我好的。我是讲哦，在座各位啊，哎呦，来，大家先坐先坐。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。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谢谢。阿哥，各位。健康大事如意，牛毛欢喜再来一顿。这个三天呢，有一个十三个大寿哥，今仔日是讲要用咱这个寿司来切蛋糕，但是我是讲先来唱一条祝福，生日快乐的歌啊！阿娘你来做，因阿爸行路无平常无方便啦，阿娘你来做一个第二老师，今仔日代你切蛋糕。阿咱大家唱一个生日快乐歌，好来，大家唱哦，来，我们一起起起嘛！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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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。小鸡叫
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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